原标题《亮剑山本要求停火15分钟》，时间并不长。李云龙为何非要开炮？《亮剑山本要求停火15分钟》，时间并不长。李云龙为何非要开炮？在《亮剑》中，日军山本特工队在第一军司令小冢义男的授意下，偷袭了位于赵家峪的独立团团部。这一仗，李云龙几乎全军覆没。同时，赵家峪的300多名乡亲也惨遭日军屠杀。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琴被日军俘虏，遭此大败。李云龙是铁了心要报仇雪恨，如果让这股鬼子逃回太原，再想找机会歼灭，就几乎不可能了。所以，李云龙当即下令集结全团。此时的独立团经过近一年的发展，已经发到了数千之众。再算上县大队、区小队等等地方武装，总兵力已不下1万人。山本特工队从赵家峪撤退之后，先是被楚云飞的炮兵打掉了汽车，接着又在将军岭遭到楚云飞的主力伏击。连续作战之后，山本特工队残存的10人被迫撤往最近的平安县城。楚云飞的仗义出手，无疑是帮了李云龙一个大忙。就在山本特工队刚刚抵达平安县城后不久，李云龙就下令独立团包围了平安县城。在独立团的强大攻势下，日军的外围阵地很快就被肃清了。龟缩在城内的几股日军竹县兵队、守备队、皇协军、山本特工队等等，只得做最后的困兽犹斗。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攻势，日军多次打退独立团的进攻。恼羞成怒的李云龙命令二营长拉出了一大力炮。正当李云龙准备下令开炮时，山本一木带着秀琴出现在了城楼。在谈判的过程中，山本一木开出了条件，他以秀琴相要挟，要求停火15分钟。但是李云龙坚决不肯，并且执意要下令开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山本要求停火15分钟，时间并不长哦，李云龙为何非要开炮呢？难道这点时间都等不了吗？毕竟老婆在人家手里啊，这15分钟还真就等不了。理由如下：第一，就在李云龙攻打平县城时，周边的日军甚至是太原的日军也都出动了，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平安县。虽然有军部队，比如楚云飞部、丁伟部、孔杰部等等，正在全力阻击日军的援军，但是谁也不敢保证，就不会有一路日军援军会突破防线渗透进来。如果真到了这一步，那么独立团将会腹背受敌，就不得不放弃攻城计划。第二，在战场上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多一分钟，就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。除了独立团在流血牺牲外，楚云飞、孔杰、丁伟等打援部队也都在流血牺牲。平安县城的战斗只能速战速决，拖延不得。如果李云龙答应山本一木停火15分钟的条件，无疑就中了鬼子的缓兵之计。第三，李云龙下令攻击平安县城，虽然名义上是打着救老婆的旗号，但实际上是为了替牺牲的战友报仇，替赵家峪死难的乡亲报仇。与国仇相比，家恨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如何取舍，李云龙心中自然有数，所以他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等，先锤死狗日的再说。正是因为上述三个原因，所以李云龙就必须下令开炮。15分钟看似时间不长，但对战场而言，一分钟就可以决定胜负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